庐山人杰地灵，世界闻名。不光有鬼斧神工的奇山秀水，也有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。金星燕即是其中之一。金星燕金星璀璨，温润如玉，色彩和纹理的变化又兼具天然美和自然美，坚韧细腻，纹理缜密，出水不涸，朽木无粉，发墨有光。 其使用价值得到古今人士赏识。从开采到成品砚台，共分开采、选料、制坯及雕刻、过隙等5道工序，其制作流程精益求精。先于当地驼岭和桦林镇一带采集特有的石材，选其中金纹形态特异的优质石材粗加工，用铲刀划短料坯，制作坯砚，而后进行雕刻。 不同于端砚和射舟砚，多采用平雕、圆雕、薄翼雕及镂空雕，最后进行过隙。即是打磨抛光，按砚底、砚齿、砚壁等逐一打磨，先粗后细，用油石和磨砂纸粗磨，用细砂纸、土蓝垫布细磨，打磨好的砚台再上蜡。制作好的金星砚是砚中上品。 是中国民间艺术之瑰宝，其制作技艺也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。